TVB 为庆祝踏入48周年台庆，强势推出四大台庆剧《张宝仔》《无双谱》《东坡家事》以及《枭雄》，实行为全港观众送上连串好剧。呢日四套新剧一班演员出席大型宣传记招造势，包括有《张宝仔》嘅代表陈展鹏、洪永成、陈海林。劇集《张宝仔》以大量崭新电脑特技打造200年前海盗王传奇故事，题材新鲜，加上睇完气势咁磅礴嘅宣传片，一众主角都表现兴奋。Grace 喺剧中要挑战穿越古今嘅气氛，拍摄过程都相当辛苦，所以劇集终于要播出啦，佢都表现得有啲激动啊！其